经济成长，工资上涨，汽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会增高。很多经济学家预计房贷迟早会提高，他们担心房贷利率的上涨会令到之前获得的低息贷款房主不肯换房。同时，当利率接近5%的时候，锁定利率的需求都会增加。通常购房人要求利率锁定期越长，银行负担风险越高，利率就会上涨，而且贷款额越高，俾嘅钱就越多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8:30粤语二台的天下中环谈，贷款点贷才是最划算。